真的大秦，疯了！未曾想到，2000多年后的华夏大地是这般景象。爸爸，秦始皇他好帅呀！哎，哪个剧组跑出来的演员？吴群。哇，这是吴群！我操，人间起飞了，这不科学啊！ 国为嬴政，亦是秦皇，在仙界修行了千年之久。秦历37年，我在病危之际服下了徐福炼制的不死仙药，随后神魂出窍，化身金云之躯飞升，穿梭到了星空彼岸的仙界。修行2000年，在仙界横扫八荒，开辟大秦疆土，吸收天下气，最终一统整个仙界。称帝后不久。 我凌空渡劫，想天道境界冲刺，可惜成功的最后一刻被域外天魔联手偷袭。濒死之际，一阵神秘力量出现，将我的身体融入到了华夏大地。虽然幸存于世，修为却跌到了筑基期。 一切都要从头再来，而人间自然灵气十分稀薄，难以提升实力。想要加速修行，也只能猎杀妖兽，或者吸收天才地宝。希望蒙恬和李信他们好好镇守仙界，莫要让天魔侵犯了大秦领土。待我重返巅峰之日，必将登临仙界王座，与众将讨伐天魔。 是灵气波动，难道要修士在斗法？怪我！怪我来了！《南山经》有言：“有兽焉，其状如藕，耳耳白，夫行人走，隐约欣欣，食之甚走。”这是黑巨怪兽，巨蜥兽，赏金2000万，大家一定要努力将它击杀。是。一起。 上！看，剑行，还趁机斩杀他！成败在此一举了！啊，好快的速度！ 那是天骄神魔，好强的威力啊！究竟是什么超级武器？怪物这就被消灭了吗？那是谁？ 居然如此不堪一击，低等妖兽蕴含的灵气太少了。哪里低等了？明明是恐怖的超级巨兽。还有，为什么把怪物叫做妖兽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他是什么人？萧逸的长发，复古的装扮，一击陨落击杀巨兽的实力，难不成是隐世家族的强者？谢。 谢谢你救了我们。莫要多想，朕猎杀此兽，只是为了取其灵气。原来如此啊！四春这是什么癖好？难道这个人喜欢扮演皇帝吗？不能和范民浪费时间，灵气。三年来有大量灵气聚集，必须一探究竟。 请问前辈贵姓？嬴政。嬴政，怎么可能？嬴政不是千年前就死了吗？距离灵气的源头更近了。啊！ 有人在天上飞，
去浴室不要慌，先拍照发朋友圈。最新报道，市中心大街遭遇怪物袭击。据附近武者声称，一道神秘金光从天降落，成功将怪物击杀。当今世界处于灵气复苏的初期，人类只能修炼成普通的武者，战力十分有限，和飞天遁地的修仙者相比简直相差千里。等我修为稳固之后，就带后世小辈们学习一下修仙道法。灵气原来是从这座高塔散发的，四周有锁链封印加持，想必是镇压妖魔的宝塔，属于不可多得之物。此塔的灵气朕就收下了。本王终于解开封印，还多亏了你这个白衣帮忙，本王甚是满意，以后允许你小子当我的仆厨，在我天命之下少不了你。没想到神间还有修炼成精的大妖存在，允许你当朕的口粮。那边那个奇装异服的会闪开，怪物交给我们武者就行。一群自讨苦吃的凡人，本尊乃上古妖王，岂是你们可以对抗的？斩杀！封印的不是普通怪，似乎是……可恶，还真是传说中的妖魔。院长，先走为敬了。你们两个老废物，居然临阵脱逃！神间后世武者，太让朕失望。跟我九阴品，尔等有这个实力吗？本来不想出手。此仙名曰定秦，可斩世间一切敌。这是哪来的神兵利器？可是剑气带来的压迫，这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下手为强，抢了这个怪一个人。秦剑术，是灵，上古失传的道法。他是修仙者，他该不会是真的古人吧？我记得古代才有修仙者。他的消息，你那个母亲早就进行炸弹了。不行了、阁下既然这般榨取奴家灵气，不如直接饶了奴家。奴家可是知道不少灵气充沛的秘境呀。想哄骗朕是吗？神间哪有什么秘境，活生生的灵气就在眼前，不如直接将你炼化了。不要啊，以表诚意，奴家愿与阁下缔结主仆契约，如若有假，生死悉听尊便。正好缺一个飞禽坐骑，收服九婴倒也无妨，不过要小心防范，这是万世永存的诅咒之术。你日后若是找不到秘境，就让你诅咒发作，神魂俱离。糟了，这下万大了，舍了不该舍的人。自称朕的神秘古装男人，徒手召唤剑阵，轻松收服妖王九婴，种种的迹象表明，这是一位超越时代的至高强者。我是苍兰学院的院长慕容月，不知道阁下怎么称呼。哎，衣衫不整来见朕，成何体统？羞辱！原本破烂的衣服竟真被修复了。言归正传，朕名为嬴政，只为探寻灵气而来。嬴政，诈尸了！秦始皇诈尸了！诈
失了，秦始皇驾失了。嬴政不是秦时的君王，天地颛顼的后裔吗？怎么看起来比我还小啊？不管怎样，先和大佬搞好关系。前辈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苍兰武道学院参观一下。借此机会，正好深入了解一下现代文明。那就应你之邀，前去一探究竟。太好了！那不是慕容院长吗？他身边的两个人是谁啊？这种古装只有隐士家族的人才会穿吧？那个长着脚的女人好像是怪物。这位以后就是咱们学院的座上宾了，也是刚收服了上古妖王九婴的嬴政前辈。什么？嬴政？是秦始皇的嬴政吗？还凭一己之力收服了九婴，怕不是神人在世啊？原来嬴政是古装帅哥。我们回来了，剧毒兽已经被一个神秘人击杀了。啊、等等、啊、你不就是那个秒杀剧毒兽自称嬴政的男人吗？什么？他还秒杀了剧毒兽？太逆天了，正哥，请受小弟一拜。都起来吧，哪怕在朕的大秦时期，君臣之间也没有跪拜之礼，如今已是现代，就更不需要这种繁文缛节了。任务什么的改天汇报就行，先把学院最好的住宅介绍给嬴政前辈。知道了。要和这种强者打交道好可怕。嬴政前辈，这个别墅院子南北通透，占地1000平方米，装修豪华，适宜居住，以后就是您的专属住所了。前辈，请到屋内参观，这是客厅。上面那是后世子孙的发明吗？应该是风系的法器吧。深度报道，今日一道神秘金光从天降落，成功将市中心大街怪物击杀。此物能摄入外界的景象，想必是加持了屏障之术。如果主人喜欢，奴家就把此物收入囊中。对现代电器一无所知，不愧是从古代穿越来的老祖宗，不过修行相关的知识嬴政前辈应该懂得不少。前辈，我的天赋到了瓶颈期，一直卡在 B 级武者阶段，您知道如何突破吗？简单，直接把我的力量输入你的体内。输入我体内？不行不行，进展太快了。切，变态自恋狂。莫要多想，真的意思是把力量输入到你的体内，激发你的修行天赋。好强的灵力，感觉身体仿佛被淬炼了一遍。竟会如此巧合，从林千雪的灵魂气息和玄冰圣体天赋来看，很像是我前世纳入宫中的正妃。难道说林千雪是正妃的转世？这冥冥之中究竟有何关联？正妃转世成为陌路之人，却又和我再次相遇，或许这一切都是因缘际会的结果。无论如何，林千雪是个拥有玄冰圣体的苗子，还是值得栽培的。主人，他一定在装睡，故意博取你的同情。无需多疑，他刚觉醒了玄冰圣体，身体无力承受，这才昏迷了而已。主人随便释放一些灵气，就让他觉醒了身体，这也太离谱了。主人也帮我灌输一些灵气呗，没准我能觉醒更厉害的身体哦。我拒绝。主人偏心，主人偏心。陛下，奇遇已经被攻破了。后世演绎的大秦历史和我当年的真实经历有所不同，但大体看来还是比较还原事实的。无论是千古一帝的美誉也好，还是暴君的称谓也罢，皆是过往云烟了。华夏一脉能够不断兴盛，才是我想看到的。主人，该用走善了。哼，无事献殷勤，肯定心怀不轨。红茶和鸡腿里都加了昏睡药，等主人意识模糊之后，我就顺势而上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身迷煮成熟饭，和主人开始幸福的生活了。拿走吧，我对凡人的食物不感兴趣。这是奴家制作的美味佳肴，不是凡人的食物。
我对妖怪做的食物更不感兴趣。啊，太扎心了。难道说林千雪是郑飞的转世？这冥冥之中究竟有何关联？糟了，昨晚怎么在银正前辈家里睡着了？这也太失礼了。你醒了？天哪，银正前辈主动和我打招呼。不对劲，主人怎么对我冷冰冰的，对他去主动打招呼啊？真是太感谢银正前辈了。现在我感觉实力飙升，已经突破 B 级，晋升到 A 级了。你觉醒了玄冥圣体，实力提升是正常现象。不过想要发挥圣体的最大潜能，你最好还是放弃学武，转为炼气修仙。修仙？可是修仙道法早已失传了。你可以接受几日的考验，如果考验通过了，就带你踏上修仙之路。银针前辈太好了。啊，太开心了，能被银针前辈赏识是我此生修来的福分。毕竟是郑飞的转世，就多给他一些机会。不得了，有内情，这两人绝对有内情，我也要好好表现。主人不是需要修行吗？据我的记忆所知，附近有一片灵气氤氲的秘境。如此甚好。好耶。是郑哥。哎，嬴政老大出门了。嬴政前辈，能不能收我为徒啊？嬴政帅哥，能给我个签名吗？前辈，叫我们修仙吧。大佬求带，我也想修仙。哇，前辈厉害，刚出门就遇到了这么多粉丝。你瞅啥？老娘一个火球灭了你们。想修仙的话必须有灵根才行。灵根？所谓灵根，其实就是个人的修行天赋，生命气息的本源。一般而言，体质强大或者精神力超群的人，灵根都不会太差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前辈帮忙看看我有没有灵根啊。我灵根好，收了我吧。一派胡言。修仙文化早就不存在了，你只是一个穿着古装的骗子，武道才是天下第一，其他都是垃圾。他们都是玄院的导师，想对郑哥干嘛？主人，我去把这几个老逼灯做成烤肉。都有执迷不悟的无脑之人，今日就拿你们给热爱修仙的后辈们上一课。尔等既然质疑修仙道法，不妨来切磋一番，让朕领教一下武者的实力。口出狂言的家伙，一起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学员不允许这种江湖骗子存在。你什么时候跑到后面的？此身法名为绕柱术，乃是朕当年闪避荆轲刺杀领悟所得的身法，躲开敌人进攻的同时还能进行反击。不经意间，尔等已中了朕的定身之术。不是吧，好快的男人，他什么时候释放的招式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这一定是妖术。中了定身术就乖乖待在原地，强行挣脱法术移动，只会让你经脉寸断。死了？这真的是修仙道法？不是嘱咐过吗，要对嬴政前辈客气一些，你们几个不长眼的废物居然还要主动自噬。院长，都怪我们有眼无珠，触怒了嬴政前辈啊。希望嬴政前辈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解除定身，朕只是展示道法之妙罢了，无心与你们这些后辈一般见识。前辈宽宏大量，堪称圣人呐。今日看大家对修仙都颇有兴趣，朕就传授一本初级道法。此书记载了基础的修仙心法，尔等可以试着学习觉醒灵根。若是有所天赋，朕可以考虑进一步传授炼气之法。多谢前辈，我们一定细心拜读。我们一定努力觉醒灵根，不会让嬴政前辈失望的。
好了好了，主人别和这帮屁民浪费时间了，该去秘境修行了。奴家愿当主人的坐骑。孽畜！该去秘境修行了，奴家愿当主人的坐骑。孽畜！坐骑就要有坐骑的样子，还不速速化形？奴家知道了。我先看一看修仙入门心法里面暗藏什么玄机奥秘。全是小专业，不愧是秦皇的手笔，这下得好好研究了。只剩最后几只树妖了。秦之前辈说过，修仙者要以术法作为主战的手段。很好，灵根开发出来了，玄冰圣体也发挥得不错，朕对这些灵气很满意。烤鸡，求求你快点熟吧。还挺难为情的，情都夸我了。难怪森林里吵吵闹闹的，原来是苍兰学院的人在高贵。劝你们这些外校的杂鱼们趁早离开，否则本大爷吕布就不客气了。啊，又来了一个吕布，我的世界观错乱了。吕布是何人？不论是不是真的吕布，都应该小心应对才行。从装扮来看，他们是战争学院的人，和我们苍狼学院是敌对关系。竟敢无视本大爷，这就把你们全拆成碎片。有余、啊、想当年爷一个人单挑关羽张飞，人称飞将温侯，你这个无名小卒算什么？这股力量好强，这家伙好像是 S 级的高等武者，天赋如此之强，难道真的是吕布？白毛大兄的、啊、你行不行啊？不行老娘就上场，给这小子一点教训。闭嘴！想要成为修仙者，就要忘记武者的等级差距，好好利用灵气招式御敌，尤其是对付手持重器的敌人，要注意加持灵气身法，避免正面对抗。明白，多谢前辈提醒。身法变了，你学会躲闪吗？抓住出招的空隙，迎刃而上。先学明白，是时候反击了。这什么妖术？管你是什么妖术，都奈何不了本大爷。是你这个黑衣的家伙在暗中作祟。这怎么可能？弹指间就压制了我的攻击，而且散发出来的灵气令人难以动弹。姿势不错，可惜空有一身蛮力，谅你是天赋绝佳的后辈，可饶你不死。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这根本就不是武者的招式。老大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电视上说的嬴政啊！咱们得罪了大佬啊！欺上我也、啊！你们两个狗腿子为何不早说？在下吕布，乃是大汉武将，灵魂附体在后辈身上的重生之人，今日贸然得罪陛下，生死处置，悉听尊便。大汉是何朝代？你吕布又是何人？秦将没有遇到，反倒是撞上了来历不明的武将。大汉啊，这个比较特殊，毕竟是一个推翻了大秦的后世王朝，而我吕布只是个小人物，和陛下您比起来更称不上什么。两千多年难免朝代更替，倒也正常，你既是我华夏一族的转世武将，就应当心怀大志，而不是忙于内斗。先皇陛下所言极是，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父言，今日机缘成熟，先皇不如收我为义子，我吕布知恩图报，定效犬马之劳。
朕胸怀天下，对众生一视同仁，岂会徇私收人当义子？啊，这……不过机会还是有的，朕后续会统一各大学院，组建修仙势力。组建势力？朕后续会统一各大学院，组建修仙势力。组建势力？到时候人人都是朕的门徒，没有任何私情可言，众生平等修行。是我吕布哥觉醒了，先皇的目标原来如此宏大，受教了。这才是我的主人，等势力壮大后，我们努力打下整个世界。嬴政前辈威武。我吕布前世颠沛流离，不曾做出什么功绩，恐为一介莽夫，如今遇到贤主，自当追随效命。既然有幸为朕效力，就好好修行，让朕看到你的荣光。多谢先皇陛下。相信在嬴政前辈的带领下，修仙文化会普及整个世界，华夏一脉也必将更加强大，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。三天后，在嬴政的掌控下，苍兰学院和战争学院合并，成为了以武入道的修仙盟友，修仙文化蔚然成风。孔金学被嬴政封为了首席门徒，带领学员们开启了修行之路。从此开始，由嬴政领导的修仙势力组建完成，被称为秦盟。同一时刻，武者协会开始关注秦盟的发展趋势，进行了重要会议。根据最近的情报得知，秦盟只是宣传修仙文化，整合各大武道学院，对城市没有什么威胁。关于此事，诸位有什么见解？我打算把嬴政拉到协会，结果昨天前去邀请，被拒之门外。哼，我建议灭了秦盟，然后捉拿嬴政，把他抓到实验室里做克隆手术。这些都不是良策，我建议默许他的秦盟势力存在，加以扶持和合作。这不妥吧？秦盟提倡修仙，和我们武者协会的理念不同，恐怕不会合作吧？如果和修仙者合作，我们还配叫武者吗？嬴政的战斗视频资料，大家又不是没有看过。试问在座的各位，谁能与之争锋？这，情报有大量怪物爬上海岸，在我们斗争室里为非作歹。全体听令，吩咐手下的武者出击，抵挡怪物入侵。大量怪物从东部海岸登陆，请市民注意安全，不要外出。放无声。吕布前辈小点力呀、啊！学了嬴政前辈的练气大法后，这招式灵活自如啊！快跑！啊，吕布你不可以！任何邪恶都将绳之以法，大家撤离这里！是秦盟的人，终于得救了！大家撤离这里，是秦盟的人，终于得救了。继续去另一条街，要赶尽杀绝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有了臣子相助，能更有效地吸收灵气。主人英明，不愧为千古帝王，有秦盟的盟徒帮忙，以后再也不愁没有灵力了。搜狐记，有落头名，其头能飞，因为飞头。没想到现世还有这种鬼怪出没。等朕，还是交给我吧。英雄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出场，而我就是英雄。哼，被我的操作惊呆了吧？武道行，修仙不行。小心身后。英雄先走一步吧。
看来还得朕亲自动手，召唤狼牙师。此时是刻有大秦功绩的御用信物，名曰狼牙石。可朕万事者，我操，谁人丢的核武器？好强大的力量，就连大地都为之震撼。一定是先皇陛下出手了。此等神威，却只有陛下能达到啊！化月未灭交剑，臣终于找到您了。可朕万世之妖魔，化月未灭交剑，臣终于找到您了。今日上午，大批来自东海的域外怪物袭击了城市，疑似是千古帝王转世的嬴政到场，带领秦门的门徒参战，成功阻止了怪物入侵。鬼怪蕴含的灵气比朕想象中更多。你们几个别挡道！哇哦，观众朋友们，有人骑着摩托车闯到了现场。糟了，我的车头刹车失灵了。启禀陛下，城市的妖兽鬼怪已经悉数斩杀。很好，进入军宫一次。多谢陛下，能得到秦皇陛下的认可，我真是莫大的荣幸。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加官进爵，成为得力悍将了。敌袭，有灵气接近，陛下小心。陛下，我这跨越未灭几经周折终于找到您了。蒙恬，想不到蒙恬将军也降临到了人间故土，快快平身，不必行此大礼。啊！本以为可以成为秦皇的爱将，结果空降了个蒙恬大将，我怕是没有机会了。朕渡劫失败后，先姐情况如何？说来话长，自从陛下渡劫失败后，域外天魔频频来犯大秦境，曾带领诸将奋力抵御，只可惜天魔兵力过境，直接打中元境，也赚了十几片心腹，原本臣服于大秦的异族也都纷纷叛乱，加入了天魔一方，陛下不在仙界就如群龙无首，我与众将一番思索，猜测陛下当时渡劫失败，遁入空间漩涡，竟然是去往了人间，在众将的推选之下，求我穿梭人间寻找陛下的行踪，如今相逢于此，还望陛下重返仙界，许众将讨伐天魔。以朕目前的修为，还不足以回归仙界。仍需修炼一些时日，好在朕组建了秦盟势力，有无数门徒帮忙收集灵气，能加速提升修为。臣愿辅佐陛下，在所不辞。我愿追随蒙恬将军，充当秦盟部将。各位仙师竟然都在此处，可以御剑飞行的武者，看来这几人实力不低。在下白树，是武者协会的会长。前来邀请秦皇大人合作，为了秦盟的未来，劝大家。住口！陛下神威浩荡，岂会和你们这些凡人合作？不请自来之人，陛下还是小心为妙。不要轻举妄动，武者协会发来邀请，是看得起你。陛下面前，岂容你这断局之犬狂吠？只是一个将领，就秒杀了两位 A 级武者，秦皇本尊的实力肯定更强，到了恐怖如斯的地步。而我还愚昧地邀请秦盟合作，简直不自量力。后辈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秦皇大人恕罪。
蒙恬前辈威武霸气，虽然受到位面法则影响，修为者所严重，但对付几个毛贼还是足够的。鄙人愿意献上关于彭丘秘境的重要情报。彭丘秘境，难不成是蓬莱仙山的所在地？正是。就在昨天，彭丘秘境从海面浮现，而东部国家营岛派人入侵，占领了这片属于我华夏的领地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将营岛的怪物驱赶到了华夏境内，导致各大城市遭到了攻击。可以说，我人亡我之心已经昭然若揭。原来如此，营岛曾经不过是一个蛮夷之地而已，如今竟这般猖狂，一定是徐福当年出海之时在营岛扶持了血脉势力。一族横行肆虐，天下大势已乱，朕有必要亲自出征夺回彭丘秘境，顺势肃清营岛了。秦皇大人威武，有您这样的强者出手，夺回瀛州可谓是势在必得。蒙将军久应听令，明日带上林千雪随朕前往彭丘秘境，驱逐瀛岛倭寇。臣领命，谨遵陛下圣旨。主人带上我就行了，林千雪就算了。陛下，末将也想到海外出征，山上蛮夷之辈。吕布带领秦蒙门徒镇守海岸，莫要让营岛妖兽来犯东岸地，危及百姓性命。遵命。这是偏爱呀，秦皇把众人交给了我。请陛下放心，有我吕布在，绝不让那些妖兽前进半步。秦皇杀伐果决，在他的庇护下，华夏一定夺回彭丘，大胜营岛。前来送行的人好多啊，沿海的臣民好热情。那可不，这样的牌面才配得上主人的帝王身份。嬴政前辈，我爱你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没想到子民全都来此相送。泱泱华夏岂能任倭人践踏，秦皇定将凯旋归来。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。秦皇大人，我和工程师为您准备了航行的船只。秦皇大人好，我是爱迪生，我们武者协会科研部门精心打造了航舰，希望能助大人一路平稳航行。如此沉重的钢铁之物，航行必定缓慢，不知何时才能抵达秘境，还是用朕的。金的明珠，这是凭空幻物的仙术。鱼王舟，不是神话传说中才有的吗？这根本无法用科学解释。此乃鱼王舟，乃是大禹治水时乘坐的仙舟，航行如游龙奔腾，可日行千里。来见了，我们期待陛下凯旋归来。出枪要准，后盘要稳，这样才能既击毙敌人。灵气日渐稳固，再加以修炼后，应该就能跨入金丹期了。哎呀，修行枯燥无聊，主人不如和奴家一起鸳鸯戏水呀。主意，现在是争夺彭丘的关键时期，前辈在专心打坐，你就不要捣乱了。啊，什么叫捣乱啊，你根本不懂情趣，怪不得一直是单身狗。那也比你天天被火前辈扰乱军心的好。别吵吵闹闹了，附近的海域有灵力波动，定然是有小鱼小虾要。送上门的猎物们，来给朕敲打打牙祭。小小泥鳅也敢靠近陛下的御用龙？小
小凡人也敢打你魔教大爷的脸吗？朕依稀记得当年东巡知府时用巨弩射杀了一条天鱼，似乎就是魔教一族。啊，你这黑衣小子好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等等，我看看老祖宗的衣裙。完了完了，原来是天敌，老祖宗当年就是被他射杀的。遗训里说此人有神弩在手，后世子孙遇到此人都要礼贤避让。哎呦，我这不长眼睛碰了一颗大钉子呀。小鱼有眼不识泰山，只是路过而已，如若冒犯还望阁下恕罪。阻挠我秦盟之船，岂能就此作罢？饶命啊，整个魔教族就剩我一家了，灭了我就绝后了。没想到与陛下出航还能进行口服之欲，跟着陛下就是有肉吃。实实实，阁下是不是要去帮救秘境？我知道捷径，可以载你们一程。必须把可利用的价值完全榨干，让魔教领完路再将它吸收食用也不迟。小小应急食物而已，今日暂且饶了你，命你领航前往蓬丘秘境。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蓬丘秘境已被倭人全盘封锁，他们还派了强大的阴阳师施展了咒术结界，任何想要靠近的妖兽都会被格挡，我们根本进不去。挡得了妖兽，但挡不住活生生的人。你们看，结界就在前方了。结界而已，寒指可破之。狼牙石出。何人竟敢私闯蓬丘秘境集合处废话？英皇有令，私闯秘境领土者，杀无赦。众卿听令，铲除所有异族。是。该出手了，让他们试试引导的阴阳术。神风起，我守护蓬丘秘境。黑我破！我被武将岂会被风暴阻挡了步伐？华夏人有点本事，但比起攻击手段，还是我们阴阳师更强。阴阳术真是太弱。华夏的战术博大精深啊！一来便是混合元素攻击，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啊！这个长得最帅的一定就是敌方老大，这气息不简单，但为了赢到民族的荣耀，在下只能赌上我的职业生涯，誓要拿出百年好功，无敌之景象。真倒要看看你能画出什么事情。龙幻玉灵大元神。大元神，朕对你的话不感兴趣。实在是画得太丑了。风，强风力，入骨无法呼吸。区区手绘伪神，不配为真正人。啊，这完全不科学呀！我的画被他给掐了，而且单手秦雨灵。这还是人类能做到的事吗？剑来、不妙，剑气未养，雨灵被迫遭到反噬了。朕今日就让尔等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赵武。这是秦皇陛下出手了？难道华夏人也有玉灵？赵范十二金，朕一统六国后曾收天下之兵器，熔炼出了十二尊精人，置于咸阳宫廷中。他们亘古不灭，呵护华夏疆土，斩杀异族外敌。
而对付汝等草芥，赐名世俗。开挂是吧？老子闲留未尽，你我来日再战。对，这么快，还真追上来了。不过是士兵而已，居然如此之强。这我的兄弟纯真一郎，这死了。上面那些家伙竟然这么强，以我神风击碎利剑。华夏的剑术竟然如此强大，连风系屏障都能直接击破。青奴乃大秦宝具，连秦军都能击破，何况你这术士。残余的杂兵都已被斩杀，这次我们首战告捷，多亏了主人相助，我们才能轻松胜利啊。朕是时候以先帝之力接管蓬丘秘境了。换我大秦先脉接引蓬丘秘境。丹田稳固，灵气凝实，筑基期成功圆满。若是加以突破，我就接触金丹。难道嬴政前辈要晋升了吗？没错，陛下，这是军期突破的前兆。虽然气息不够稳固，但修为还是迈入了金丹期的门槛。朕接丹而成，实乃瑞祥之兆，自当降神与甘霖，分与尔等共享。吾皇万岁！终究还是来晚了，是时候执行正义，给华夏人点颜色看看了。准备登岸，炎之异能释放。好强的压迫感！哦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可怕的烈焰异能。冈本将军霸气，装载我大海军。联合舰队听令，全军上岸。冈本阿瑟这家伙，银岛和西国的杂交品种，总是自以为是。哎，谁让人家是联合舰队的老大呢？好了好了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毕竟联合舰队是海域六国一起组建的联盟，大家也不想被阿瑟抢了头等功。杀呀！海军必胜，夺回蓬丘。这么快就有敌军来袭，看来是引导六国的联合舰队，他们一定是来增援的。今天是过年了吗？怎么一直有人送人头呢？不过借此机会，正好品尝一下引导人的滋味。陛下不必亲自入手，末将带领秦梦人员出击，就能解决这些鼠辈。也好，爱卿借此机会正好熟悉一下带兵的技巧。我等发誓有捍卫华夏的希望。提兵！击退联合军队，捍卫华夏领地。是火系异能者完全克制我的冰系术法。冈本将军万岁！冰是挡不住火的。哎呀呀，小雪儿，你行不行啊？现在不是调侃的时候。女人，束手就擒吧。玩起火来，我才是真正的行家。你就好好看着，随着点吧。黑色的玩意也能叫唤？你才是真眼王者。小小爬虫，岂能与我火龙争？洗掉他！这不是普通火焰，
灼烧的能量之中，还带有神秘的汗血气息。秦盟将士听令，组建长蛇阵法，将联军围剿。是。起个小喽啰，岂想独挡我联合舰队的三大将领啊？匹夫撼大树，自不量力。我捉了你，危机便迎刃而解。你该乖乖待在地面。好大的口气，穿个古装就以为自己是大将。我的柔化火箭拳，无坚不摧。嗯，我的手，世上竟有这么坚硬的技能。还是去当秦盟小辈们的陪练吧。法印落，只是一个回合，阮大将就败北了。长蛇阵法准备就绪，绞杀剩余敌将。是。哎，喂，我好歹是联合舰队的将领，给你面子，下手轻点儿。哎呦，一群笨蛋，不知道擒贼先擒王。有杀气接近，哪里来的飞天章鱼，敢在朕面前撒野？哎，身体完全动不了了，这是什么异能奇术？如此下去，我怕不是要爆体身亡。还好我留了一张底牌，以无知名召唤。一年的召唤阵法，但又如何？汝可以去死，但愿汝下世能召唤出像样的盖世奇物。不是吧，克鲁兹将军要召唤那只魔鬼吗？那家伙可是所罗门七十二柱魔神，魔界封号66位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神啊。吾以所罗门骑士之名向汝发起决斗，能媲美金丹期实力、具传送能力的空间炫目，那便玄武将嬴政前辈吸进去了，西蒙里一定有什么阴谋诡计。放心，主人已经拥有金丹期实力，定能将那异族恶魔斩杀。陛下在与异魔较量，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，即刻前往海域驱赶剩下的海贼。是。亡灵魔域乃是我斩杀百万战俘之后积累而成的空间世界，在此范围之人会受到亡灵气息影响，削弱整体实力。怎么，吓到了吗？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朕有祖龙圣体护佑，岂会受魔域的影响？看来东方修仙者中也有另类手段高明之徒，不过魔域的作用可不只是削弱实力，还有剑法亡灵大阵。全军出击！虽然目前实力有限，还无法将十二金人再一次全部召唤出来，但对付这些家伙，利用法宝是最好的选择。朕以为我会坐视不管吗？让你安静施法，纹丝不动，完全破不开。这究竟什么东西？好像是某种神秘的护体气息，就像是立场一样。此乃先帝宝库，乃是千年以来收集法器秘宝所用的空间宝库。自身修为越高，能利用的器物数量就越多。你一个异魔，见识有限，实在是没有勇气。这又是什么宝具？此剑统称露炉，是我大秦历代帝王的藏剑，
赐死武安君白起，亦是陆卢。白起的荆轲又是何人？不能让他再往下继续了。而时至今日，陆卢已被朕重铸成器，炼化为飞剑。这么多，可恶！所思出计，直接将他围杀。继续。每只飞剑好像有独立的意识一样，嬴政的意念未免太强大了吧？居然能同时控制这么多飞剑，真正的骑士应该亲自参与决斗。这是分身甲体，他的施法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压根没看出是如何幻术化身啊！糟了，这么快！刚才听下面那些说，你在魔界封号66位，难怪这么弱。你魔界该来些真正的强者。依靠法术攻击的修仙者，竟然能使出这么强的剑！看来这次还真是失算了。赫伯一族太让朕失望了，本以为接近金丹期的实力能与我打个平手，现在送你上路。新能力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，来人间打架至少要叫上大哥我呀。福卡斯，别以为你排行50就能装大佬了。恶魔之名又不是按实力排的，先解决敌人再说吧。这次大战别给我所罗门恶魔一族蒙羞。又来了一个接近金丹期实力的恶魔，看来这次得请那个暴躁的老家伙帮忙。哪个后辈胆敢打扰老夫安息？老夫说过很多次了，末将白起戎马一生，只尽忠于秦昭襄王。朕乃大秦先祖秦襄公第26代子孙，秦昭襄王之重孙。朕承继大统灭六国，扫平四夷，天下归一，定我大秦之基。白起，你若还以大秦之将自称，理当为朕效力。秦皇嬴政灭六国，我白起一生为大秦征战无数，立下赫赫战功，最终却落得赐死下场。我不愿我亡，但我与大齐姻缘已尽，不愿参与纷争，灵魂也该继续安息了。真是笑死我了，那家伙召唤出来的英灵不听他指挥。此英灵身上气息不凡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摇人吧。第41魔神符伽洛该出来了。姐，没想到我佛伽洛还能有出场的机会。3-2，优势在我，一起宰了他们。等那个叫白起的英灵退去再上，他身上的气息实在令人心悸。三个接近金丹期的恶魔，看来有点麻烦。白起，你如今化身英灵，长眠于大秦仙墓中，受我皇族仙妾供养。他日等我重登先帝宝座，恢复你真身，助你踏上修仙之途，也未尝不可。而朕之所以能一统华夏，离不开世代秦将的浴血奋战，又岂能说你与大秦姻缘已尽？朕韩愈与诸位英灵一起在仙界继续开疆拓土。岂曰无疑，与子同袍，
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。请陛下稍歇片刻，末将白起速速就回。好狂妄的华夏臭臭，我们先一起宰了他，血气为风，切割万物。你的命数早已被厄运锁定，迎接末日吧。明叔辈，这是能斩出吞噬万物之力的三哥吉吗？这是吞噬一切的冥河沙。只要是地上跑的，就没有我白起埋不进去的。我不甘心，我堂堂魔神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？我操，大哥们就这么被击败了，这英灵太强了，赶紧跑吧。保命要紧，赶紧溜了。漏网之鱼，还想往哪里跑？华夏大仙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求你大恩大德，放了小的一条生路吧。从来不吃这一套，死。不愧是我大秦战神，撕裂大地，同时用冥河沙让敌人深陷其中，纵是千军万马也难逃覆灭命运。不对劲，又有东西来了。华夏臭虫，敢杀我所罗门魔神，都该死。这是此乃魔域御灵，你先下去吧。邪物，休得放肆！定秦剑，去！今日还是低调一些为好。小子，此仇他日定当加倍奉还。想跑吗？邪物，休得放肆！定秦剑，去！此仇他日定当加倍奉还。想跑吗？天时序列的魔神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既然跑了，那朕以大秦帝王之尊，炼化魔域，汲取其领域灵气，以壮我大秦之根基。三开河，中脉线，魔域之力果然非凡，这是即将突破金丹期的预兆。陛下竟有如此神威炼化魔域，其修为之高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大秦有此君王，华夏之威望与荣耀，必将名扬天下。陛下英明神武，是我大秦之福。臣白起三生有幸能再次辅佐大秦明君，更必将竭尽全力守护陛下，护佑华夏江山。白起将军英名早已镌刻在后世秦史之中，朕深知你曾为大秦开疆扩土，立下赫赫战功，训训情起，赶紧离开此地为好。六国联军也消灭得差不多了，不知道嬴政前辈在里面怎么样了。哎，你们看，一定是嬴政前辈回来了。真的，真的是秦皇陛下回来了。魔域邪祟已灭，尔等可安心。耶，陛下万岁！嬴政前辈他好像又变强了。陛下，在您进入魔域期间，末将已率领秦蒙子弟将六国联合军全部剿灭。六国皆队也被击退。既然庞丘秘境重归我华夏，六国联军势力亦被歼灭，那是时候离开了。众将士，
速速登渔王舟，随我启程返航。在以嬴政为首的秦蒙大军夺回彭丘秘境，击退六国联合舰队后，其胜利消息不胫而走，不久后便惊动了整个东方，其威名远扬西域，闻其成就者无不钦佩。秦蒙的胜利归来也受到了华夏民众的热烈欢迎。此次秦蒙大破我六国联合军，盟主嬴政还接管了彭丘秘境，此事大家怎么看？嬴政怎么能和我们天照大神比？依我看就该立刻发动战争灭了华夏。不可，在嬴政的带领下，各大武院的修仙势力已成不菲战力，不再是以前的一盘散沙可分化。还不是所罗门的恶魔不重要，不如直接用古法仪式清除本国的士绅，好好杀杀华夏的威风。古法仪式已是后策，我们不能再让秦蒙嚣张下去了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这个嬴政是统一华夏各大势力的关键人物，只要他死了，我不信这些势力还会团结在一起，所以想办法杀了他，到时候这片区域还不是我们嬴岛说了算。经此一战，我嬴岛大军伤亡惨重，也需要休养段时日，趁此机会派使者前往秦蒙刺探情报，寻机暗杀嬴政。啊！吾乃所罗门大人的亲信使徒巴尔，特此为所罗门大人给嬴岛带来警告。所罗门大人有何吩咐？您请说。吾主听闻东方修仙者嬴政杀了我们三大神魔，此事皆因嬴岛六国联合舰队人员引战所致，嬴岛必须付出点诚意。不知所罗门大人需要何物，我们嬴岛立马双手奉上。所罗门大人需要的当然是祭品，你们都懂。吾主听闻东方修仙者嬴政杀了我们三大神魔，此事皆因嬴岛六国联合舰队人员引战所致，嬴岛必须付出点诚意。请您禀报所罗门大人，我们会和银皇商量，在地下秘密放置炸弹，引发海啸与地震，献祭五万居民，以此给所罗门大人当作祭品，还望大人息怒。算你们识相，回去给吾主复命了。该死的恶魔，真是越来越贪婪了。要不是本国神社供奉的尸神还未完全复苏，岂会和所罗门恶魔合作？听着，用投降于我嬴岛的外族人的血去献祭给所罗门大人吧。投降是我们嬴岛最不耻的行为，就拿这些废物去给所罗门大人一个交代。不错。在朕出征彭丘的这段日子，剩余的秦蒙子弟也未疏于训练。这还多亏了吕布，给大家做了好榜样。陛下好，蒙将军好，为了更好的御敌作战，近日末将还钻研了不少阵法。诸位士兵听令，二龙出水阵准备，雁行阵准备。不错，勤勉修炼，终成大器。吕将守卫东海岸，记入军功一件。多谢陛下夸赞，这是末将应该做的。陛下居然又夸我了。都说前世的我头脑空空，要是能把古代兵书全部钻研透，到时候成为陛下的左膀右臂，不再是梦。嬴政前辈，您所传授的修仙入门之书我们已经全部钻研完毕，简直是本世之奇书。自从听前辈所言弃武修仙后，修行的效率不是一般高，不知前辈是否还愿赐教一二？入门之后便是修习炼气之法，既引天地元气，强化身体和神魂，一来够感应天地万物，修仙非一日之功，
既然尔等均已入门，我便将进阶功法传于众人，以助诸位更进一步。感谢前辈慷慨赠书，我们定将勤学钻研，不负您的厚望。谢谢先帝陛下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努力修行，成为像蒙恬、吕布那样的大将。后生可畏，如今后辈们勤学不已，陛下的实力也恢复了不少，想必重返仙界，讨伐天魔指日可待。主神，你都教这些凡人练气之法了，九运也想要主人亲身教导吗？你这孽畜倒是越来越得寸进尺了，若是再不为恪守职责寻找秘境，朕便叫你神魂俱损。说起秘境，其实在秦盟尚未成立之前，有个苍兰学院和战争学院都未攻略的秘境，入口就藏在后山的深处，不知前辈是否有兴趣。说来那秘境很是蹊跷，入口时隐时现，像是需要什么诀窍秘密才能出现，当时学院长老研究好久都无法开启，于是一直遗留至今。陛下，上次征战未能随行，末将深感遗憾，这次若能同行，定将竭尽全力为陛下效力，还请让末将带您前往后山吧。也好，千雪吕布带路，随朕前去后山一窥究竟。主人每次都要带上林千雪，可不能让他在主人面前再出风头了。进入深山后再行三里就到秘境了，能为陛下带路实属末将的荣幸。想水雕我门都没有，不带我玩我就偷偷跟上。林正前辈，这里就是秘境入口，但入口设有封印结界无法打开。区区结界还想阻挡我吕布吗？打不开就用力气把它砍碎。可恶，没想到这结界竟如此坚固，看来这封印无法用蛮力破除，只能试试别的方法了。根据苍兰学院的研究，开启秘境的关键是旁边损坏的无字石碑，可石碑偏偏又在秘境内部。不错，朕来试试。可以感受到这秘境蕴含的灵力丰沛，要是将其灵力吸收殆尽，修为能再度提高一个境界。太浅了，青儿一举就解破了封印结界，不愧是我的主人。秘境结界乃用仙法所设，非凡人能破之，看来秘境之主也是修仙者。孽畜还不出来，想躲到什么时候？九婴，前辈不是让你留在秦盟，你怎么也跟来了？那又怎样，时刻保护主人可是本尊的职责，你们两个呆头呆脑的能干什么？主神有什么需要奴家效力的尽管说，保准比那两个呆头瓜好用啊。想尽责的话就给朕去探路。好嘞，主人请随我来。主人，奴家到现在都没察觉到有什么危险啊。林千雪，你这秘境的消息到底准不准确啊？别让主人白跑一趟啊。九英，你别打岔，上古秘境指不定有什么鬼魅邪魔出没，敌人也许就藏在暗处，万万不可大意。 你们看前面就是出口了。桃花盛开，落英缤纷，没想到深山里竟有如此仙境。为什么这桃花谷的香气如此浓郁，总感觉哪里有些怪怪的。黄天化戟居然变得这么大，有了此等神兵利器，我吕布岂不是天下无敌了？爱妃，这片世外桃源是朕专门为你准备的，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厮守余生。陛下，九姨愿意成为朕的女人吧。前辈，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
看来回去后朕还需要细心调教。此幻境不惜投入大量灵力，以桃花为载体，将灵力隐匿于花瓣之间，以此蛊惑人心，却难掩其虚妄本质。破幻印去，穷苦妄想迷惑无主。这怎么了？似乎有股异样的波动入侵了我的意识深处，原来是中了幻术。九阴也中了吗？主神，我的好主神，臣妾一万个愿意啊。明明知道是幻境却不愿清醒，真牛。吾等皆为修仙之人，这种无聊的小把戏就不必耍了吧。古来圣贤多寂寞，唯有隐者留己。这秘境沉寂千年，阁下是第一位访客。你是谪仙人李太白？李白是何人？李白是唐王朝的诗人，他才华横溢，其诗篇流传千古，名颂不衰，世人赞誉为诗仙。同时他也是一名剑客。此女身怀金丹奇秀，朕未曾想到在这一时之中能与同道修仙人交。抚长剑，杨雷。清水白石何离离，此人实力不可。光和流星，剑影似鬼魅。前辈和李白的对决胜序万变，非常人所能。剑仙分身。手握星辰，脚踏九天，区区分身能奈我？在我遇到的人里，你是绝对的强人。江湖游侠的招法早已司空见惯，朕自有应对之策。原来他是秦皇嬴政，难怪有皇气庇佑，能接住我数剑，这样才有趣。刚才不过只是开胃菜，喝过酒的李白才是真李白。赵客满壶鹰，吴钩霜雪凝，侠客百剑阵。寻常金丹期修士以己之力凝成数十剑已是不易，如能以灵力结百剑大阵，倒也颇具实力。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我能修去，恐怕难逃这百剑阵，但朕的灵力御气之术更胜汝一筹，仙法灵术操纵。物归原主，去。我以为能以剑阵了结此局，不料却被逆风翻盘。阁下仙术确实高明，我快顶不住了，您轻点。曾几何时，我想我在这世间再无敌手，便留下这秘境以待有缘人。今日与你交手，倒也了了桩遗憾。以身速剑行，以念化剑意，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此乃我毕生悟道的剑法真谛。既然汝欲全力一战，朕以大秦帝王之尊奉陪到底。好强的冲击力，若非处于封闭的秘境之中，
这威力恐怕足以毁天灭地。死妮子，就这点能耐还敢和我争？原来这就是金丹期高手之间的对决，果然不同凡响。今天我吕布算是开眼了。此局胜负已分，承让能与大秦君王一决高下，也是在下莫大的荣幸。今日之败，无憾。世仙已是得道成仙之人，为何还停留在世间？我李白乃天地逍遥一闲人，人间与仙界皆为过眼云烟。唯有诗酒趁年华，生者为过客，死者为归人，天地一逆旅，同悲万古尘。再会了各位，多谢。李白诗才非凡，剑法亦精湛无比，真是难能可贵的奇才，若能将其收入麾下，必定能大大增加我大秦实力。再会了各位，多谢。若能将其收入麾下，必定能大大增加我大秦实力。收入麾下？原来先帝欣赏文武双全之子，我吕布定要内外兼修，成就非凡，不负陛下的厚望。事不宜迟，此秘境蕴含的灵力朕要收归己用。虽说这秘境灵气充沛，但我根基深厚，若要提升修为，所需灵气远远超出其他修仙者。根基深厚的好处就是能保证同阶无敌，甚至可以越阶杀敌。也罢，吸收殆尽后也已达到了金丹后期，地球灵气稀薄，若想继续提升，看来还要寻找更多秘境吸取灵气。恭喜主人修为大增，刚才一战主人实在太帅了。修行不易，不知何时才能突破这元婴期。嬴政前辈不好了，消息正华夏洞穴沿海城市遭受入侵，海上的商船也接连遭到袭击，船员生死不明。什么？又有敌袭？难不成又是引导？坑鼻子上脸，区区败战之国还敢来作妖？要不让老娘放火烧了引导算了。这次袭击华夏商船的敌人并非引导，好像还有其他风势力介入。又是哪路狂妄之徒觊觎我华夏净土？是时候该好好清扫一番。即刻通知秦蒙子弟前往东区支援，以保商船安全撤离。紧急避难警报，远古异兽突袭东区，请大家尽快避难，尽快避难。四群蝼蚁之辈，九黑科未有四喜。闪闪烈气吧，天魔都无法逃过我美杜莎之眼，何况是渺小。不赛通乃西域海神，华夏蝼蚁乖乖地待在陆地上不好吗？要沉海找死。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异兽，而是我们联军按照引导的古法仪式打开魔域，通过血迹找出来的神灵啊。等将这些岛民全部抓了，未来就能用他们的血召唤大批天魔，组建魔域军团。没错，到时候覆灭华夏易如反掌，届时我们将拥有统治全世界的力量。光？怎么回事？海面忽然迸发出了奇异之光。那是
何人敢在我东海造次，扰乱东海安宁，伤及华夏子民百姓，绝不饶恕。是应龙，华夏的海洋守护神现身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。华夏也有海洋神波塞冬，快杀了他。我早你还无权对本尊发号施令。对不起，波塞冬大人，是我。愿你也是一方神灵，你若自行回去，我可保你性命无忧。我应龙上能以尾划长江，下能斩杀蚩尤夸父，乃是华夏人文初祖皇帝身边的战将。非你所阻挡不成，竟敢进犯东海。虽说你是华夏上古战神，可惜千年沉睡，实力大减，而我等已在魔域修炼千年，国君大人加持相助，斩你不在话下。一群无名小卒大你不才，斩你不在话下。余下注定掀不起什么海浪，你自寻西域海神，实力也不过如此。啊，轻轻一剑就破开了，那只西洋海神之威召唤天雷，雷霆万钧之势击溃敌人。我是西方海神，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华夏小神固步自封，今天就是他的末日。没错，杀了应龙，杀天雷。一剑化龙，威震山海，你护我华夏万里，光海龙吟。应龙居然吞噬了天雷，难不愧是应天而生的万龙之祖，华夏海神威武。真是狂妄，算了，我也懒得和你计较，毕竟你马上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以防万一，及时补刀，向应龙开炮。狗屁华夏海参，还不是死在了我欧罗巴联军手下。没有臭虫挡路了，一举拿下了华夏东区。哎，奇怪，怎么隐约看到了一团金光？你们几个，蒙恬、吕布，去护送华夏商船安全撤离。九英和千雪，去清扫东区海怪，营救陆地幸存百姓。遵命。胆敢在华夏大地放肆，无论是何方妖魔鬼怪，朕将一并斩杀。好大的口气啊！我是智慧级战争女神雅典娜，就让我来领教一下华夏帝王的剑法。战争女神，好大的口气，朕有册封过你吗？无知的华夏人，雅典娜可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中战力前五的存在，杀死你就如同碾死一只臭臭。救命啊！这么远的距离，用剑气将战舰劈成两半，如果刚才那次斩向我，必定要吃大亏。看来接下来必须小心应对。才拿到剑光的速度达到了3400米每秒，堪称十倍音速剑。发现前方当真恐怖如斯，必须小心。雅典娜，此人实力不可小觑，
需要你我二人联合将其镇压才行。可恶，没想到入侵华夏如此棘手。波塞冬，你觉得凭他们能挡住我吗？还不速速过来领死。莫要狂妄，若不是我跟哈迪斯被魔王大人派去攻打米克星了，又岂能让这些华夏人猖狂？波塞冬，你似乎太小瞧我了。昔日就连战神阿瑞斯都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在巨怪天魔界我也照样能大杀四方。刚才只是我大意了，十倍音速而已，我也可以做到。昔日域外天魔只是远离仙界的蛮荒部族，因不服文化被这黎庭扫穴，没想到逃到宇宙角落里又干起蝇营狗苟的勾当，如今还胆敢派尔等来骚扰我华夏祖地。波塞冬，你专心对付应龙，营阵就交给我。雅典娜，你可别给我们奥林匹斯十二神丢脸。波塞冬，你管好你自己。变气去。既然你自诩为战争女神，那朕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。自从朕吸收了李白秘境后，剑气越发凌厉，无论什么妖魔邪祟，朕一定。自从朕吸收了李白秘境后，剑气越发凌厉，无论什么妖魔邪祟，朕一定斩之。你会剑法果然厉害，师弟真是小瞧你了。召唤圣域结界，在圣域结界的加持下，我的光能神枪将拥有摧毁万物的力量。华夏帝王，你毫无胜算。若是你愿投降，我允许你成为我的仆人。哼，艾吉斯，战之圣盾！我的艾吉斯圣盾，在圣域之内拥有吞噬万物的神力。在绝对防御的面前，任何攻击根本不值一提。吞噬了朕的法术，可若是朕亲临呢？圣城，摇线之光，接受圣光的制裁吧。实力应该已经接近元婴期了。你不是华夏的帝王吗？现在怎么像只老鼠东躲西藏？盲目进攻无济于事，其实要消耗巨大灵力也只能用那个东西了。如飞剑去。你这飞剑小巧轻盈，威力倒是不凡，但艾吉斯圣盾坚不可摧，一切徒劳无功罢了。是吗？此乃承载华夏气运的传国义气，跟随朕征战仙域，汲取了丰沛的仙气，你能接下这一印吗？没用的，艾吉斯吞噬一切攻击，怎么会？我的艾吉斯圣盾！区区凡品灵宝怎么能和仙品灵宝相提并论？朕帮你解除了域外天魔种在你体内的奴印，你若愿为秦盟效力担任教官，或许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至于你的父兄，即便他们不再来找朕，朕也会去找他们。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。我的奴役被解除了，我自由了，千年了，终于重获自由了。自从我们离开地球飞升仙界后，就被域外天魔种下奴隶印记，一直受他们驱使。难道你不在我身体种下奴印吗？朕域人从不需要奴役，朕需要的是心甘情愿的臣服。
海洋之神最终陨落于大海，实在讽刺至极。身为一方神灵，理应护佑万海之民，而非滥用武力掀风作浪。陛下，东区商船已安全撤离，可是战报传来华夏海域的军事要地被影岛偷袭了。刚才动用了船舶遇袭，灵力已经所剩无几，众将也在刚才一战中略显疲惫，如今派谁去玉帝为好？陛下勿扰，末将李信前来相助。